jungle. Audio Jungle. 原标题：中国历史上最牛的马，绰号龙骧将军。赤兔地卢也不如他。今天小编要给大家讲一匹马和一个将军的故事。这匹马和这个将军都有同一个名号，叫龙骧将军。先来说说龙骧将军这个称号，这是古代的一个官职名，主要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，其出处目前已不可考。他第一次出现在史书上是公元197年，他龙骧将军汪文和为躲避北方的连年战乱，带领族人南渡避难，这是现在为止最早的关于龙骧将军这一职位名号的记载。关于龙骧将军被广泛用于官职名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，那是晋武帝司马炎准备伐吴的时候，吴国境内流传着一首童谣，童谣里有一句"不畏岸上兽，但畏水中龙"，这几乎就是对不起水战的晋军赤裸裸的蔑视啊。晋武帝听说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想来想去还是要派一条水中的龙去伐吴，于是乎他想到了一个妙招，那就是拜益州刺史汪俊，名字里有水，为龙骧将军。这样一来，水中之龙就横空出世了。自此以后，龙骧将军的称号威名大振，南北朝时期有很多历史人物都曾被授予此名号，比如前秦世祖宣昭皇帝苻坚，后秦武昭帝姚苌，以及接下来小编要讲的这匹马。历史上的名马有很多，比如汉武帝时期从西域进口的汗血宝马，曾经侍奉过吕布和关羽的赤兔马，以及多次拯救刘备于危难之中的地卢马。但是这些马和我们今天要讲的这匹马比较起来，那统统都是浮云。为啥？因为人家这匹马可是将军啊，把一匹马封为将军，而且还是上文中讲到的龙骧将军，这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。但话说回来，这匹马究竟有何本事，居然能让他拜将？说实话，他的本事可真不小，因为他帮他的主人当上了皇帝。南齐书高帝纪上有这么一句话，太祖夜从成名门城，常所骑赤马入殿内经部，及太祖见坐，号此马为龙骧将军，是谓为龙骧赤。说的是南齐开国皇帝萧道成在政权交替的关键时刻，骑着自己的坐骑赤马进入了成名门。当时因为事发突然，所以萧道成带着的兵士并不多，完全有被宫中侍卫团灭的危险。这个时候，我们的主角萧道成的坐骑立了大功。首先那匹马生得高大威猛，再加上是头一次进宫，所以一进入大殿就扬蹄嘶叫起来，不仅替自己的主人抖了威风，而且还把不知所措的宫人们完全镇住了。就这样，萧道成在政权交接上抢得了先机。日后萧道成登基要论功行赏，首先想到的就是这匹马，所以特意封这匹赤马为龙骧将军，民间称这匹马为赤龙骧。小编想，如果要给中国历史上的名马排个序，估计这匹龙骧将军肯定能拔得头筹，就连大家耳熟能详的赤兔马、的卢马也得甘拜下风。